陈豪同森美呢对好拍档喺台庆剧《跨世代》中嘅一段嘻嘻情非常爆笑，佢哋两个嘅深情对手戏火花十足，更有网民力推佢哋竞逐最佳荧幕情侣奖添。呢日佢哋两个齐齐现身一个品牌活动，阿毛同森美夹住阿陈海林喺中间，变咗个嬲字，就连森美都话个画面好唔自然啊！其实阿毛同森美呢排经常喺同一个场合出现，呢啲咪叫做缘分咯。又冇特唔系冇一齐喎，即系咁啱大家系啊，每个针都系佢喎，同埋同我都系每个针都系佢太佢太红啦。唔系不过即系大家又咁啱，因为好多司仪嘅工作都系我做啦，咁啊好多嘉宾都系阿 Moses 啦，咁又好难嘅，喺市面上好难揾到一个好似我哋两个又有实力，系咪？又有身材，又有家庭。又有爱，好难，唔系冇难啲。我哋呢一个咁嘅组可以杀出条血路。系啊，我哋继续会见嘅，我知道。我嚟紧，我睇过我工作 list 都仲有两三个月见到佢。都会见到佢。系啊。阿毛同森美咁有默契，仲成日出双入对，佢哋两个更一样练到成身肌肉咁 ，man 到爆啊！多谢阿毛 ，thank you。以前我唔系呢个 level， 而家我多谢你。我已經到咗呢個 level 了。我多謝你先啱，你將我嗰、那個，你將我另一面嘅陳豪咧攞出嚟，夾抽出嚟，唔係攞出嚟，大家都將大家冇嘅嘢攞咗出嚟而家，係啦，係啊，咁而家就真係好男人啦，好男人啦，大家知佢係好男人噶嘛，係咪？更男人而家，比好男人更男人，係啊，咁你又覺得阿森美本身係點？而家抽出咗一個點樣嘅森美出嚟？佢本身已經好男人噶啦，而家我諗同咗我拍戲之後咧，認識咗之後咧，我覺得佢而家。我將佢變得喺 man 中之 man，man 中之 man，man 中之 man， 係啊！我哋而家係打 man， 硬中之硬 ，man 中之 man， 硬中之硬漢啊！硬漢字講不清楚啲，係啊，硬漢字。而家有兩個硬漢字㗎。提到赖慧玲日前诞下 B 仔，身为契妈的 Grace 当然都有同男友郑嘉颖一起去探下 Winky 同埋契仔啦。Winky 仲喺社交网站上 po 咗张嘉颖抱住 BB 嘅相，见嘉颖抱住 B 仔嘅样咁温柔，加埋阿 Grace 企喺侧边，十足十一家三口咁。唔少网民见到都大赞好温馨，仲催佢哋快啲结婚生 B 添啊！将来冇乜神秘感啊，嗬！系啊，唉，算啦，豪俾佢啦。所以大家即刻有好多幻想喺度啦。啊，唔知会唔会经过你哋两位都睇完呢张相之后，都想快啲成家立室，快啲生翻个。冇啦，花旗又唔系我接到。喂，呢一样嘢大家吓讲嘅啫，讲嘅啫，唔一定。咁啊，顺其自然啦。但系而家咧，最紧要就系做好一个契妈先。系阿契爷佢好兴奋啊，佢好兴奋啊，佢都好兴奋。系佢帮手改英文名噶嘛？系啊。咁跟住即系佢而家都觉得哇，我真系系 a part of this 咯。佢自己都好开心嘅，同埋佢即刻觉得，总之你要买床啊，要买尿片啊，要买奶粉啊，系啦，就揾佢。咁但系 Winky 就好好嘅，即系佢就话，其实我乜都搞掂晒噶啦，你哋暂时乜都唔使，净系陪下我咁就 OK 噶啦。